清明上河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十字绣清明上河图，这是2米长的古绢布。何为古绢布？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绢是一种薄的丝织物，是古时书画作品的重要载体，而在绢上作画便是绢画。为了体现古画古香的原貌，特别研制的古绢面料是在十字绣面料基础上采用国外先进印染技术而成，最大限度地体现古绢古香古香的特质和纹理，让你绣制的成品效果无限接近原画效果，更具收藏价值。古绢布采用水波纹顶级绣布，比普通的绣布厚1/4，还有绣布正面本身带有深浅变化不一，更加还原古画的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古绢布正面是土黄色，反面是白色，这个是区分真假古绢布的特征。米黄布就是普通的绣布，正反面的颜色是一个颜色的，绣布的颜色呈小米的那个淡黄色。白布就是普通的绣布，正反面的颜色是一个白色，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如果说印布效果，肯定是白布最清楚，再过来是米布。古绢印花清晰度没有前两种清晰比较暗，为满足市场需求，我们厂家会有不同布料材料包选择。